各位，今日适逢天师正旦，圣王各位到嚟参拜。本天师依家登坛作福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善有善报就福有人为。天师多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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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
风调雨顺，衣食无忧，福有攸归。多谢天师。哎呀，你睇天师仲开阵嘅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哋过嚟。已经作福完毕，请各位速速翻去接福啦，迟啲恐怕接唔到噶啦。走啦！师傅，点会咁噶？你哋两个稍安勿躁，企翻好。系，师傅。全真。系，师傅。即刻同我攞祖师嘅尘忽同埋宝剑嚟。知道。孙慈，孙慈，你不请自来究竟为咩事？一来想替两个顽徒请罪，他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以下犯上；二来想给两件事你看看。啊？祖师的尘忽和宝剑，没错，祖师的镇山之宝，你都居然落入他人之手。我看龙虎山天师这个位置，你都怕没资格坐了，不如退位让贤罢了。你不用想了，祖师的位份就是天师这个位置，绝对不可以传给外人的。是吗？我哋同埋一个教噶噃，咁啊点算外人啊？冇错，但系你亦都唔好唔记得，当初系你要自立门户，同祖师断绝关系嘅。冇错，但你唔好唔记得，祖师曾经讲过，天师宝座系俾啲法力高强嘅人坐嘅，唔到你呢个走廊饭袋霸住。家只要你答我，让唔让？你简直系多此一问。就算祖师啊冇违训，我亦都唔会将天师呢个位置让俾你呢个邪魔妖道。好，有敬酒唔饮，你饮罚酒。咁我就同你做记啦。
先，老邪，你无谓再出丑啦。若果你依家肯收手嘅话，我仲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七煞天蛛网，师傅。算你好爷，我出五雷阴公掌都俾你走啦。二老爷在上，信你诚心叩拜，希望你保佑我嫁个如意郎君。仲有啊，千祈唔好丑八怪啊吓！仲有咧，就系胡大婶话我脾气又唔好啦，又炮仗颈啦，咁当然最好就嫁一个又温柔又斯文嘅读书公子咁就好啦。哎呀，系啊，呢次好笑啦，原来你系假凤虚凰嚟嘅。哎呀，又系你哋，点解咁冇礼貌偷听我讲嘢啊？哎呀，冇计啦，鬼叫我哋对耳人唔争气咩？听到啲咁肉麻嘅嘢都有嘅，少爷。嘅女兒身嚟啊，由得人咩？哦，哎呀，哇，對手有幾滑喎，不過樣啊醜啲，唔緊要咧嚇。喂呀，哇，你喂，又好咯噃，啊，你個死妹釘啊，真係邊個娶著你啊？呢世人倒霉啊，真係好咩？指咩啊？指主人。哎呀，主人，哇，做咩會咁㗎？抵，大嚿佬睇咁蝦我啦。哎呀，又咁轉頭飛上嚟啦。哇！你又會咁快嘅？快你頭尾走啦！哎呀，千祈保佑佢唔係私定文武字好啊！哎呀，佢梗係唔係啦，係就一捉住做大少爺噶啦嘛！咁都好啲。嗯。哎。嗯。佢家境靠唔靠住㗎？哎呀，咩靠唔住啊？我俾足銀兩佢㗎，如果靠唔住啊，我殺死佢啊！嗯。是佢闹你冇嘢抄喎，你知唔知佢系边个啊？佢就系你要娶嗰个林楚燕啦。吓，佢就系林楚燕。龟仔，解除婚约，我要解除婚约。点解啊？点解？系咯。我宁愿做死一世和尚啊，都唔娶嗰个林楚燕啊。吓，你个衰仔！衰仔，你究竟娶唔娶？系唔娶啊？要娶你自己娶。你唔娶我，打到你娶。阿爹，咪要怪我无情啊！无情，喂，得。出手不要这么冲过去，是啊，是啊，老豆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哎呀，哇，老豆乜你嚟真啊？啊，喂，喂，俾啲嘢我食，老豆。水头开唔开？系唔开，唔开吹咩？唔开，我边一个？警察，吓，你系唔开系嘛？好，哎呀。哎呀，你衰仔啊！你菜食得噶嘛你？喂，啊，俾个镬盖你先。哎呀，冇事嘛？啊，我冇事，你有事啊你？哎呀，衰仔，喂，你仲嚟？衰仔，哇！我事啊，呢次你自己打烂噶咋？喂，你事，你衰仔，杀！哎呀，哎。老豆，你冇事吧？你有事啊！记住，记住，顶住！衰仔啊，你我打烂晒啲嘢，我问你走得去边？冇打烂我啲嘢啊！你以为咧，我就打烂俾你睇？你敢？乜唔敢啊？你睇住你啊！哎呀，衰仔啊！仲有啊，嗱，哎呀，仲有接住呢两个，你接唔住啦？点啊？衰仔！哎呀，哇！衰仔！喂，喂，老豆，冇玩真噶，好袋弹全你都斩得落手啊！你输咗，你又娶咁多台个女啦！哎呀！